好，我是英国美妆博主 CCD，好久没有录视频了，大概有2周了吧，因为都忙我女儿圣诞节呀、新年呀。我拿个纸擦一下刚刚那个口红，边儿边儿，弄手上了。哎，你们新年过得好吗？圣诞节怎么样？啊，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字累。今天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新买的鞋 RV。噔噔噔！我已经给它开成这样了，因为我实在是懒得弄了，所以就直接开了，把里边这些都拿出来了。看，是不是超美？V，我超级喜欢这双鞋，原价你看，Selfridge 买的，它写的785，打完折是200多磅，所以呢就是非常值。它还有白色，打完折应该是279吧。穿上给大家看看啊，但我觉得银白色就是有点太那个，看得清吗？是不是很美？哎，我是一个如此那个不雅的美妆博主，人家都美美的，你看我在这踢腿。哦，对了，我准备搭这双这个包，还蛮好看的。因为很多人都不敢穿露胳膊的衣服，觉得会显胖。但其实我觉得选对了也还可以吧。因为本身你是什么样的女孩，你自己心里最清楚，所以自己了解自己身材，自己把衣服搭配好就好了。我觉得这种就是高腰的，会对有一点肉的女生就是很显瘦，高腰的这种 A 字裙。然后呢，我最近买了一个。Other Stories 的毛衣，由于现在太热了，我就不给大家套了。但这件毛衣很推荐，就是基本款，然后高领儿，它好像打完折才20多磅吧，非常好。然后这个是我新买的雅诗兰黛的这个，粉底，它叫水沁，国内叫水沁。我个人认为它，反正对于我来说，遮瑕力和持久度实在是有点差。所以呢，好吧，就我不是个人不是特别推荐。稍等一下，楼下来个包裹。啊，妈，累死我了！我跑下又跑上的，看，是我女儿的裙子，蛮素的。她家做小姑娘的公主裙啊，或者晚礼服裙特别好。来个现场开箱，新鲜出炉，刚送到的。跑到一楼去跑上，累死我了。可不可爱？哇，正好他这个周日生日 party 给他穿。这有一个 swan，哦，两只 swan，两只天鹅，但是太白了，可能有点看不出来。OK，好，它原价是65磅，打完折好像半价30多，我买的。太可爱了，好，晚上给我闺女试试，美美的。哎呀妈呀，小姑娘就是要美美的。你养女孩嘛，没办法，你就得花钱。你花钱花到位了以后，她才不会随便跟人跑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太逗了。反正我从小就是什么都不缺，所以我看别人有什么跟我也没什么关系。唉，跑来跑去累死我了。我看还要说什么？大概就是这么多了吧。其他的我最近买的我也拆的乱七八糟，我也找不着了。好，那今天就是啊，对。我今天用的眼影是这个 Pomegranate 这个小盘，我真的特别推荐。看，我打完折好像才合人民币200，我忘了，真是太划算。这个打整个眼皮，然后用这个晕染中间到眼尾处，然后用这个画中间到后面靠近眼皮位置，然后最近最后又加了点这个，我没用这个最深的，最后加了一点这个颜色。打在整个中间靠后，就你就把它晕染开，晕染自然就可以了。哎呀妈，热死我了！OK，好，今天视频大概就到这。哦，对，修丽可的 B5，我双11买的，我已经大瓶30毫升用完了。他送的这15毫升，你看我已经剩这么多了，我用超快。好吧，今天视频到这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